哎，李贺，我刚刚其实也不知道断断续续的录到一些什么游戏，对，这是自助游戏免费区，然后这展期 PAX 的展期大概是五六日，然后今天的展期到晚上10:30，对，然后就一群人围在一起，对，然后这个是 We 多人对战，七个人，最多七人连线，这应该是英雄大乱斗，嗯。哦，多人游戏区，然后这边是 PC 电玩游玩免费游玩区，对，然后这应该是吃鸡的游戏，对，好，我们找我们的伙伴了，可以离合，应该几乎每个人都，哇靠，这是盾呢，靠，超久以前的游戏，这毁灭战士2，超久了，比较没这么恐怖的。有啊，那边也是现在在 CS， 对，那是 CS， 那好久了，对。然后其实刚刚阿里阿扎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录了一些什么，想要进去换一下，是不是玩什么古董级游玩的东西？嗯 ，Look around。